这里就是银月城的内部，待会儿大家要小心。欢迎各位大驾光临，本人若不亲自迎接，可就太失礼了。糟了，是陷阱！啊，怎么可能？为什么？各位擅闯银月城可是死罪哦。不过正好，我手上还正缺少一些实验活体呢。到底是谁通风报信？难道村子里有叛徒？或者是我们之中？不可能，我相信我的朋友们绝不可能做出这种事。我也希望能够信任尼亚大人的朋友们，但是我和克菲尔是第一次见面，而他今天又执意想跟来。哦，对不起，但我真的没有做出背叛大家的事，请大菲利达，我愿意相信克菲尔。嗯，我知道了，既然是尼亚大人所信任的人，那我也愿意相信。现在我们应该先考虑怎么离开这里吧。要离开这里，不会包在我的身上吧？神，我要一个，我一个，会加油的。Thank you.
舍我其谁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。